大家都有在用云端硬碟，那我问一下哦，你们有用学校网域的信箱吗？就是 Google 代管的信箱，像我给你看我的好了，这个是我在学校的，所以呢，我用了这样的空间。平常我们的 Gmail 应该说 Google 账号是不是15G？ 那学校网域就无限空间嘛。可是当然，这个政策因为这次疫情的关系，所以它会从2022年7月份开始，本来每个都是无限空间，现在呢，从明年7月份以后，一个学校的网域有100TB， 就是整个学校100TB， 所以就没办法再是无限空间了，因为这样 Google 都受不了，因为大家已经疫情的关系，所以用太多了。所以呢，可能以后各位好好珍惜哦，你们以后也许学校搞不好连信箱都不会发给你们，因为学校是有可能就不够了。好，所以不知道现在你们学校怎么处理啊？反正后续他会有提，好，那你就好好珍惜一下。当然，从今年六月份开始，还有一个改变你也要留意，就是你们有没有用 Google 相簿去备份你的手机里面的照片或影片？如果你有的，以前如果你用高画质是无限容量，就是300万画素以内，或者是影片是1920x1080以内，这些都是在不占空间的。那现在从7月份开始，它就会开始记录你 15G 的空间，你在云端硬碟上用的所谓的 Google 文件也会开始列入那个占用的空间，好，所以这个都是各位要留意一下的。有两个是属于例外的，第一个，你买那个 Google 的 Pixel 手机，你可以继续拥有这样的福利；第二个，你有付费的，就是你有买它的空间，是所谓的家庭会员，好，那这样子也可以继续在那个部分还是持续免费。其他的就是记录那个空间去使用。好，那为什么我们要特别再回到我们的 Google 的这个云端硬碟上？我先问一下，既然大家都有在用云端硬碟，请问你，如果你今天在云端硬碟里面，我多了一个，好，如果呢这个档案，比如说好了哈，不管你是不是 Google 文件，还是就是一般的影片啊、程式啊都一样。你今天我有没有可能这个会有不同的版本？比如说，我这段影片好，我从这边进来，我找软体好了。你看我在这边有整理的这样的软体 ，OK， 那动画的，好，假设我有用到这个版本，这个，那我今天可能软体有新版本。如果你平常我跟同学做一个分享的时候，我会取得连结嘛，对不对？那你今天有新版本，你会怎么做？再丢一个上来，对不对？再取得一个新的连结，这样合理吧？但是这样很麻烦呢，因为你要再告诉他那个超连结是哪一个，有可能他会找到以前的，对不对？所以其实你要善用一个东西，按右键，有没有发现有叫管理版本？有没有看到我两个版本？对不对？也就是说，我们用管理版本，不管你是不是 Google 文件，都有这样的功能。只是 Google 文件做文件里面，它叫版本记录。好，你今天有新版本，就从这里上传。那用这样的好处是，你所共享的连结都是一模一样的。今天不管他看到的是旧的连结，还是你新贴给他的，其实都是一样。但是呢，它绝对会下载到什么最新的版本，这样了解。而且呢，你旧的版本会保留多久？会保留30天。在这里有看到吗？有没有旧版本？至少会保留30天。如果你觉得我这个文件，其实我不知道各位会不会有保留文件不同版本的那个习惯，因为有些时候我们，比如说这个企划书好了，你今天做了第一个版本，第二个版本出来之后。有些人通常不会直接删掉，你是会变成第二个版本就存在电脑里面。可是有时候你就会搞错版本。如果我们用这样管理，有没有比较简单？通通都是同一个档案嘛，只是我进去里面，如果你这个版本要永久保留，你可以把它勾起来。那么
你这个连接里面就有两个版本。假设后来发现旧爱才是最美，有没有？要复原怎么办？可以下载，也可以把新的把它删掉，那旧的就会替代上。这样了解了吗？好，所以其实这个功能，我发现很多用 Google 云端地点的同学好像不是很清楚。那你看看，如果你是所谓的 Google 文件的，像我在这边，好，比如说这个是我明天要去的，我点开。如果你又是 Google 文件，在左手边这里有没有发现有个叫版本记录？你随时可以回到过去的，你把它按一下。好，这个是我今天编，这个是23号的，你看我当天下午有没有编了好几次，对不对？我可以随时回到过去，好，比如说回到这里来，然后它就会告诉你，哦，你之前这里不一样，因为网址不一样，然后还有哪里不一样，哎，这里也不一样，有改过，有没有都有标示出来？你可以随时回到过去拿东西，也可以直接还原这个版本。所以其实虽然感觉起来 Google 的文件，不管是简报啦、文件还是所谓的试算表，好像功能没有像 Office 那么多，对不对？但是它一个很重要就是有这种历史版本记录，你所做的除了帮你自动存档外，通通都保留在上面，你随时可以回到过去，也可以帮你现在这个版本做一个命名的动作。这样你看我们刚刚看的时候，这样子你比较搞不清楚这是什么版本嘛。如果你说这个是很重要的，比如说这是最终版，你把它命名，那么下次你再找的时候是不是就比较简单，就不是只看日期。好，这个是跟各位稍微分享一下，你在云端硬碟上你是可以这样子去做档案的处理，以后呢你就会比较方便，你只要会按右键管理版本，好，从新的档案就从这边版本把它从这边上传上来就好，那你所取得的这个连结都是一样的。 OK， 给各位试试看看咯，你可以找找看，在一般的 Google 云端硬碟任何档案都可以。